玩 LOL 需要滚轮吗？不需要。用滚轮杀人，滚轮跳。对对对，滚轮跳，滚轮一键红。滚轮跳，其实我不知道滚轮跳什么，因为它镶下来连滚键盘。是是是。我该做什么？我的天，我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对，我该做个门，我要做个门，我要做个门。先做床吧，存档对不对？不然的话又跳下去玩了。但我们要让怪伸出来，但我们可以对存档什么的。那我们需要做三个床，要不然就互相占用了。说实话，这边整个模具啊，不是你累吗？妮妮，还行吧。那里还有一个，那里还有两个木头，有没有两个线啊？妮妮，妮妮。线有，哎，我有啥都有，哎，哎，那个徐府，你那个斧子能不能给我一下？哦，我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水了，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降两层，然后我去把泥土全部收集起来。你去死！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们弯路看不清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树？冒险我是哦。完了，军事区，军事区没买，买不起。要买啊，真恶心。而且700块钱，700，我操！我钱攒不下来。不是你花人民币买就几十块钱而已。我刚买一个盲僧的皮肤，你知道在叫我买那个，我是不是就穷，但就有点碎了。装逼，完了。如果暴力不是为了装逼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比较认同。我比较认同，就是盲僧说的话真的。你说的对，我选择死亡。瞎子，你瞎子能打架吗？可以啊，我说真实生活里面，可那可更可以，跟疯狗一样打。他那屁啊，哦屁哦哦，这样子，回合结束。他看不到对面长什么样，对不对？啊、海伦凯勒打架，不管他比他胖，海伦凯勒打架。跟不要黑名人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行为，他死了吧？该死，该死！不要歧视残疾人。对，你怎么这样？是，怎么这样？钓鱼竿，也许有残疾人在看我视频。床，如果你是残疾人，然后特别是如果你是聋哑人，然后你觉得你被攻击到了，那对不起，很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婊子，对不起，由于我个人的原因，别说了。闭嘴，闭嘴。OK OK， 怎么办？待会要被和谐了。跟你开玩笑，其实我是想让你说下去的。踩那个白线，哪里有白线？哇哇哇！怎么一个蜘蛛突然掉下去了？大蜘蛛，哎，我觉得还不要靠在一起比较好。对，不要，我不想和你在一起。你能走吗？你给我点私人空间好吗？你为什么要铺半张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干嘛要扩展平台？为什么？你扩展一下吧，待会摔死不好。但是左右不平衡，你知道吗？左边没有搬砖，右边有搬砖。哦、你左边你要把栅栏全拆了，往这边扩展嘛？你要把栅栏全拆了，然后放搬砖。啊、哦、不，我很恨你。这个线还是有点少啊。来来，破门破门，哎，破不了吧？哎，我的天，我被打。没有骨头啊？哎，怎么有蜘蛛出来了？Wombo combo。哎，有线，好的，有线。Double kill。对，那个只杀了一个是吧？对，只杀了一个。我 double kill。我要做一个鱼竿。你们觉得这树苗能长吗？你们这怎么放的树苗？我的天！不是，刚刚就是那个，刚刚是右键斧头随便试了一下。随便试了一下就不放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骨粉可不可以？我没有骨粉。没骨粉。我可以。好，鱼竿也完成了。我就可以。然后做个床。骷髅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想一个更有效率的打怪物方法。要怎么弄？弓箭怎么弄？这个。弓箭不知道能不能做这里，需要线和树枝。但是我种下一颗种子。但是箭的话，无限洗脑。箭的话还是要随时，还羽毛。要去捡那个小白的虫子，一般都是虫子，虫子，虫子。来来来来来，开门，开门，恭喜发财。好，我来了。恭喜好吧，你要跟他们讲，两个木棍和两个橡木。徐福，你作弊了。橡木，徐福，你作弊了。什么？你作弊了？怎么了？哎哎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出来了？没有啊！帝国承诺，永远不作弊。没有，不是，没有啊！这没有。我才不信呢！我背包里没有。刚瞎说。说什么？一个大锤子，你拿了一个。没有啊！我这边背包里没有啊。不是，
你知道一般很小的那种小孩对不对，比如如果他妈问他，哎儿子你那试错了没有，他说随便去，不不不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啊，没有做，没有没有啊，你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你错了。你说我操你奶奶，你感觉委屈吗？这你得问我奶奶，比较委屈。我有好多线没有，我操，我十个线。哎哦，有一个哦，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，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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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，屌丝一样。哎，没人出去，这边还有那个东西，这完了，我感觉发展不起来了，没骨粉。没关系，我有很多线，线可以吗？来，线给我，线给我，来来来。你要多少个线？要做一个床。我有20个线了。行，够了吧？我厉害吗？我比你厉害吧？对对对，比我和妮妮如果掉进水池里，你先救谁？我救你奶奶。谁就打谁，打谁。谁就打谁。谁就打谁是什么意思？谁救我，俺俩就打。就打谁？哎，这个线是不是这样做？线是不是这样做？应该是啊。你先打个结。它这个线跟毛不一样。哦，还少，现在不够，还差5个。我们现在有无限的叶子树了。哎，厉害！我捡到胡萝卜了，人品你看。哇，我做错了，真的假的？完了完了完了！真的呀。但打了个僵尸掉了。这里种一个农作物好像要半个小时。我做错了。所以。fuck， 完了完了完了。怎么了？你做错了。对，完了，我们没有希望了。没有，这边还有线。没希望了。没事，我还有那个虫子呢。我们要死了。我有虫子。这系列要完结了，就因为虚浮，他不小心点错了一个按钮。哦、是。怎么办？我就问你怎么办？多少观众都在等着我，这个黑锅得你垫，对吧？如果以后这个系列不小心太尖了，那肯定是因为虚浮不小心点错什么，然后不打算放出来。对吧？好了，完全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了，我就不管了。玩的不错，这手漂亮，这手漂亮。你们身上谁还有一个四分之一星的放箱子里？应该有3个。没有啊？四分之一星啊？啊，放一个啊？我们可以对啊，你们可以领个那个杀僵尸的奖励了，应该在哪里啊？在任务书里面。你们有吗？杀僵尸啊，这个啊，看到了。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我可以做一个另一个星。他有僵尸蛋吗？怎么有个图标？不是那个，哎，没有僵尸蛋，只给了那个什么。大家看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真恶心。还行吧。看到了。羊毛。我感觉我牙齿很帅。差5个，是差五个羊毛。我把这3个泥土差五个羊毛、啊、放进去了。对。放到这里面了。我忘记这个可以弄出什么来啊？石头，厉害，变成灰尘那东西是吧？对，还有矿物有时候。好，我这里有哇哇哇哇，看看看看看，番茄种子，厉害吧？这还有草种子，越来越奇葩了。草种子厉害吧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，我掉去了！啊，你别吓死我，我以为你掉下去了。我们真的得做一个栅栏了，我现在一直在做。栅栏。山栏栅栏，我编辑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去百度找了一下，真百度了一下，对，慌死了是吧？慌死了，对，然后证明你是错的，是，我很高兴。徐福，你再做个床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。我在做，在找那个线呢、啊，在上面，刚才线合成错了，在你头上，我的天，这人真菜，不知道怎么说你。我没木头了，完了，搭不上去了，那死吧你。我有，哎，我有，哎，我啥都有。逃跑网啥都有，没办法。你干嘛说逃跑网？没有，瞧不起我喽？没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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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你是农民工，我是你老板。是，老板，我错了。是，不要打我，可以吗？我很喜欢你。你跑上面去了？你很完了，说实话了，完了，终于说实话了，好几集终于说实话了。完了，我不来了，拜拜。我做个新出来。我送给你，你们俩搞吧。我种下了，不跟你搞了。好，心，我都不能跑了。现在那边有线，看我有心，我心在我手上。线已经好了，我现在就是拿缺木头。我想告诉你，僵尸也是有心的。你看我一下，好吗？你看我一下，好吗？徐福，徐福，啊，徐福，你看我一下，徐福，你看我一下，好吗？
低头做。好，做完了。低头，低头，有点实力的。你看，远方有一个浪人。浪人，你们好。浪人，我过来了。你好，为什么你头朝后面呢？延迟了，他飘过去了。